新春到来之际，为践行国家艺术院团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，国家京剧院近日连续举办了《桃花村》《坐寨道马》《断桥》等多场慰问专场京剧演出，并邀请了环卫工人、志愿者、外来务工人员、残障人士等900余人观看演出，同时还组织了文艺进基层系列活动，走进大学、街道，为首都观众送去多场公益演出。